搭相恋换，再把相声看一看。相声行里讲门第，这个规矩都熟悉。相声后面有几家，听我给恁扒一扒。唱后妈式的相声，这些家族最正宗。南方代表说相声，当属旗帜和大饼，放下大饼咱不标，旗帜话题也不少。旗帜最近收徒弟，提起收徒很生气，收徒现场闹龙，旗帜气得不能行。旗帜作为相声人，曾经拜师后要问，如今旗帜收徒弟，可惜师傅已离去，师傅不再有影响，多亏一人来现场，根据长相来观察，此人貌似后要化。侯耀华来捧场，代替弟弟把话讲。相声一定讲文明，段子太粗可不行。三俗相声传播光，此风断然不可长。这些谆谆的教导，徒子徒孙要记好。侯耀华他到现场，一字一句把话讲，代表相声祖师爷。这个排辈不科学，熟悉相声都知道，门第区分很重要。旗帜师傅侯耀文，他这个师傅是何人？咱们说说侯耀文，曾经拜师赵家门，相声名师赵佩儒，当年就是他师傅。这是旗帜的师爷，拜入后门不科学，拜入后门辈分乱，根本不应该出现。就算后门是正统，辈分也要理得清。咱们说说侯耀华，他这个师傅常包话，常是相声来学习，代表侯氏很稀奇。侯氏相声没有学，常是侯氏有区别。没学后世的相声，咋有实业的没成？后世青木拿来送，后世先祖可答应，想学天津马志明，也把青木来传承，亲手传给郭德纲，马氏相声也风光。名不正也言不顺，难怪大伙会讨论，当祖师爷做 C 位，大言不惭当长辈，这种情况好难堪。旗帜夫妻哭丧脸，如此喧宾何多主，旗帜夫妻心里哭，那个心里哭。包养白白和出轨，陈一凡宣布退娱乐圈，冯鑫工作室员工集体辞职，王鑫凡红啥都在对，闹乌龙的咋啦评委会，凡也作品可无出错，您知为何小二藏微博互撕，网友们打呼噜，谢谢谢谢谢谢。